说。它是实心塑压的，它不是薄薄的涂层，所以它很耐用，可以用铁铲，可以炒粿，可以炒配角，可以煮好粉就直接冲冷水，菜瓜皮直接烧。你讲的很吸引，我觉得是好的。那个是主材质，那扎实一定就有。还是没有，我们没有要买扎实，我们要买那个一用就坏的那一种，那个就会很轻啊。没错，没错。这个28，这个才36。打完折是4500，这一只对。